永源公主号的老板，然后我们是永源公司自己私人的游艇。四月份我们到妈祖来过一次，这次觉得非常漂亮，所以又听说东引更漂亮，所以我们一些朋友想去那边参观一下，希望也希望下次能够延伸到那个福州，让马祖成为一个真正有效的中继站，让我们补充油料，然后发展到两岸马祖所有的观光事业。我这人拢要来给你参观。来，快去！慢慢啦，慢慢。这一趟我又跟董事长一起来啊，然后这一次我们很高兴，我们要去东引。马祖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。来，这边换的。马祖以前是个战地的，在我们小时候刻板印象，这是个战地比较封闭的地方。现在发展这几十年的变化很多，现在发展非常适合观光，这种景点都很漂亮，而且也非常天然，那种感觉非常好。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一个一个点我们来就好了。